Bass 无声。Bass 吗 ？Bass 无声。那其他还有谁没有吗？都其他都有。好。啊 ，Bass 那个 Phantom Power 没开呀、啊。DI 的 Phantom 没送。Bass 是那个 DI 的 Phantom Power 没有送。甜甜听得到吗？哦。Bass 是那个 DI 的 Phantom Power， 要送那个48伏。好、哦，谢谢。耶、yeah, ，有料。大家都有吗？我们从第一首，哎，还是我们先练会华姐。好，两首，嗯、啊，对，因为第二堂他也要。哦 ，OK， 那个 You are good， 好。我们先 You are good 好了，顺便大家对一下，听不听得到 ？One， 等一下我听一下 balance。声音量大家可以吗？你的 click 那个 loop 的 click。好。刚刚没有在 click 内轨，我现在送过去了，再听一下哦。One, two。OK。好。那我们就。来吧。1, 2, 1, 2, 3, 4。H 的声音好小啊。你吹到最大了，是不是没有 ？Intro， 没有，你听得到吗？自己等一下哦，你自己听得到，好像没有的吗？突然没，对，突然没，本来很正常的。对，现在是没有的，没有声音。你要从我、哦、要去 mute 吗？有了。有了。接受不了。好，那从头。1, 2, 1, 2, 3, 4。好，再次、哦。好，我们从头。走。1, 2, 1, 2, 3, 4。
嗨嗨好像留着。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然后才下。好，哎、欸，听很多东西听不到是吗 ？Cable two， 好。有谁还听不到 Cable two？ 还是都听不到？凯欣姐也听不到的，都听不到，就是很小声。哦，好。哎、欸，然后我想问那个。主歌回主歌的那个间奏可以短一点吗？主歌回主歌，副就是第一遍完 ，You are good， 然后会有一个间奏回再唱一次主歌的那个，可以是一半吗？哦，好，好，可以，就四小节就好，可以吗？可以，还是你俩？快华姐可以吗？好，那就都看，好，好像因为只有那一次啊，嗯，对，嗯。记一下，康利哥，凯欣姐跟慧华姐想要 KB2 大声一点。一号，二号，跟二。对不起，楼上 是只有校章。对，一句一把校章。two 对不对？你猜 one 啊 two。two 再一句 two， 好，他用 keyboard two， 可以请思伟弹一下吗？哦，谢谢。可以有吗？好，好呢。可以。好，我们再接，我们接一次，然后等一下我们从头走一次好了，就刚好像有点乱。那我们走副歌后半，然后我们就直接从头走一次，然后好，所以那个乐手我们。第一遍完成，然后有个小间奏，听到主歌二的时候，那边只有四小节哦。好，那从头。然后李浩，我记得他好像第一遍都没有大鼓，我记得没有啦，就是可能 high hat 吧，帮我跟那个 AG 打就好。好，两小节奏。1 2 1 2 3 4。
比较就是有一点，就是一点点的变化的地方。那慧华姐再看看你要不要做，这样好不好？因为只是觉得我可能我们唱太多次这个歌，所以那个 bridge 的地方，就是 bridge 的地方，我想要他那个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那边，就是领唱先唱前面半部，然后 BV 再唱后半部，所以我唱 you are good， 然后你们就唱。All the time， 然后我唱 All the time， 然后大家唱 You are good、但是可不可以后面这一段的后面有一段就是是安静还是只有鼓的？然后但我们还是是这个唱法。他后面不是边接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边可以不要，就变成是我唱 You are good， 他我忘记唱几遍了。刚刚是唱两遍。对对对，然后所以是有音乐的嘛，然后。就是继续唱的时候，我就然后后面就会有一段是本来那个间奏地方就改成，可能是只有鼓还是怎么样。哦，可以接我们接接看啊，就收只剩下鼓，可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就完全不要嘛，完全不要，或是放在后面，就是要想说先听看看会不会太长。可以换，你换换看。我们先接一次那个两遍 bridge， 然后接这个拍手的 bridge， 然后再接那个墙的的的试试看。好。哎呦，那大家听得懂吗？歌手听得懂。那应该是一唱进来的时候要弱嘛，那后面再 build up 起来。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前面正常，后面熟。然后就是大家先熟悉这一个的互动之后，然后就会是第三，希望是听到。大家唱的那个回就是比较明显，好、oh. ，所以我唱 You are good， 然后你们唱 All the time， 然后我就唱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这样子，好。好，那试一次，从bridge。可以从我们从只有乐团的，好，梁小杰 ，Bridge。还有这个一样。
还没收，下一遍才收。但是可能它节奏的部分，如果你不换呢？就是嗯，如果不换，我们试试看。就是你们的那个声音是很压、很低的。就是那个偶尔还是哦，就觉得有点比较弱弱的，我怕。可能因为这边就有点，好好好。我剪个录。好好好，看看合不合理。好，所以比如说是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男生可以啦。好，所以比如说是我唱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哎，我们要全部唱才能转啊！对对，你们要一起唱。没有，不用，你们唱一次。好，再次，You are good。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好，会比较好吗？哦，也是啊，好像比刚刚好一点。对啊，因为刚刚会觉得整个是 all the time 那样感觉。All the time. 好，那 you are good.All the time, 要高的。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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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可以，这段还是留着。好，那空的地方，他要打什么？有知道吗？嗯，我们打一样。你看，我们打一样哦。我会留那个 percussion 给你。那后面的副歌要不要卡掉一段？不然我怕会不会太长。好啊。后面就直接唱一段就进去。拍手，拍手。好 ，OK。那我们走一次那个从乐，就是直接唱啊，直接唱吗？还是我那 bridge 我们的间奏？对对 对, 對、啊，好 ，OK。好，那我们两小节进 bridge 间奏，可以吗？会缓解 OK 吗？啊、我们从那个 bridge 间奏来。比较
插一首那样。刚刚那个还是太要重了。只留 high hat。第二次再来好了，因为刚刚第一次的时候就所以第一次的时候还是先原本的同样的对。大鼓，搞不好 high hat 可行，是吧？试试看。只留 high 大鼓二四拍。嗯。看看、啊、大鼓就是你在家看，以 high hat 为准，你试试看好了。我们可以直接接一次到那个拍手嘛，从 bridge 梁小姐。bridge。啊哈。在。对啊，他等下是一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you are good 就进。就是、然后就是拍手了吗？没有，我们先唱一次 bridge， 然后再进拍手的。哦，好。嗯。bridge。二四呢？整体听起来，我觉得刚刚那是我想要比较像，因为我就是希望是他们可以听到他们唱歌是比较大声的。嗯，好，好，再试一次好了。可是我觉得大鼓点有点，太正拍了，不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调，没关系，那你先踩。哎、对啊，如果有附点呢？对，就类似这种。我听一下那个 percussion。前面原本的就是两个整次，就是它是四个。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Instrumental。所以是三等于两次这样的，然后如果是如果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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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然后还可以继续，然后这边可以小 build 到之类的，你要试一次吗？好。那我们直接进，我们梁小姐直接进你的刀。Instrumental。B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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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Instrumental。还是没了，还是没了。好。嗯，没。哎、欸，好，没有先大鼓的配合，我们再想一下好了，好，那你就先大鼓吧，大鼓到底好了。轮唱，对。可以。大鼓二是不错啊，或者不要大鼓，就用小鼓。没有，前面两次就是轮唱了，就是轮唱。我觉得二四可能比要带打满好，让他们熟悉这个轮唱的感觉。二四还不错，还顺。我怕那个打满就有点像，就突然变赞美之泉的。所以可能二四，你先二四好了，现在想不到更好的。那我们可以从副歌完你们的间奏，就走这一整段再试一次看看感觉。好，我们从那个副歌完的那个 bridge， 这个乐团的好，梁小姐 ，bridge。
们加一个东西好了。那个乐团可以最后前面都是鼓，对不对？然后大家一起 one， 这可以大家还是一起做吗？然后你帮我在第七小节给个过门，好不好？让我们可以在那之前有个小过门，然后再进哒哒哒，可以吗？乐团就是这个点，我们一起做，再进去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不会有一个洞。好，那我们试一次鼓接到大前奏。One, two, 留鼓。You are good. 乐团预备。Instrumental. 好，等一下哦，过门有点早，我想一下。没有唱了，我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哦，你刚刚太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不然你第八小节前两拍再做过门就好了。嗯，好，再抽。Instrumental。我觉得你的那个点，可能小鼓点还是要对我们在做那个叭叭叭的时候，对，刚刚你做三连音的，对，可能会跟我们错开，但前面过门没问题，对，但三连音可能要拿掉。然后那个校长刚是不是有闷音啊？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哎，还是你要跟 Hi Hey 一起在那个 Down Bridge 的时候，你们后半你可以后半再加，慢慢加，偷偷加。因为刚刚听起来是偷偷的，但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我们弹一次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好听的，就是后半的时候啦，所以等于是后面四小节，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乐团就好。Instrumental。后面就一样，副歌一次以后就直接拍手，然后闷音准备。他本来是两次准备 Unison。Instrumental。啊，好，我觉得还不错，好像还不错。那好啊，那我们就这样子哦。好，对嘛，所以就是四四主歌这边完了以后，四四主歌，然后那个有一个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一次副歌完以后，就直接是拍走的副歌。对，就扫一次。嗯嗯，对。好，乐团要接一次嘛，就等于我们原本有重复两遍的副歌，我们只走一遍，然后就进拍手了。拍手的副歌。好，需要再走一次吗？还是其实还好？我可以，但看你们。我们从那个第二遍唱进来的 bridge， 然后接到最后。好，好，第二小节。第二遍 bridge。准备进拍手。
拜。好，就这样。好，好。那个最后那一下有一点要有一点 layback 可以啊，对对对对，要有一点 retard。跟鼓，嗯，我们就跟鼓。Chorus, drum solo. Good. 好，嗯，那我们走那个将天敞开。那这样可以吗？我说我的音。好，那我们将天敞开。G key， G key， 对。好，尾句进 bridge。OK， 好，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主歌，然后要两次。好。然后再进强的副歌。
是不是一次好像嗯两遍弱的主歌，然后进一遍强的副歌，对，然后就看要不要尾句就结束了。嗯，没事。思维那个原曲的 bridge 是弹和弦乐是吗？Keyboard two 的声音可以再开大一点吗？因为那听起来比较像，比较有一点 disco， 你要不要换成 trance？ 我是二号。可是不要那么这一片的，可能学 Billy 吧，就是噔噔八度，嗯。你可以选 trance keys， 比较不会那么亮或是。哈？我觉得直接杀进来，让它有比较翻页的感觉。哎、欸，如果我再加，这就是收掉安静的副歌。加哪里、啊？安静的副歌吗？对。如果是第二遍的主歌完副歌，然后副歌，然后再接 bridge， 不合，不有一点，他可能需要杀进去 bridge、嗯。感觉上段落弱的主歌或弱的副歌只能选一个，要不然它会变得很长。Okay, 那就刚刚好 ，OK。好，那我们从bridge 后半，然后接弱的主歌。来，副歌后，对头。可以去副歌了，我们试一次哦，副歌。对，好像一遍，对不起，谢谢。好像一遍比较好，对，因为我们后半就 build 到。哎、欸，如果我是主歌前面两句再重复一次，想念唱歌你低头在江下来，想念唱歌你低头在江下来，想念唱歌，哎、欸，不行。好，就是这样，就是一遍，然后再接副歌，然后就结束。好，我想象是，比如说，不知道藏在里面，然后跟 bass 一起，虽然它有点改，但是你可以弹八分音符就好。好。那我们从一样地方吗 ？Bridge 后半，好，接一次。
那跟原曲一样，从副歌开始。嗯，好。就只有那个 pad 跟 E G， 两小节进 F key。1 2 1 2 3 4。然后就直接要你好吗？你这样怎么办？那要早点下那个 pad。对 ，F F。它是第二首吗？对，它第二首。对。然后 pad 出。1 2 1 2 3 4。不是，它有一个间奏，哦、对对对，所以刚是刚是对，好好好，嗯，只是好像，应该是只有鼓、贝斯跟吉他，对吗？好像是这样，嗯，好，好，抱歉抱歉，那，那我们从副歌接到这个间奏，副歌 chorus。Thank you.
收进 bridge。段落可以，好，第三遍的 bridge 啊，第一，我们的 bridge 第一遍，看一下，在哪里？第一遍是只有鼓 bass 嘛，然后唱进来之后的第，bridge 唱进来的 bridge 是，会加钢琴，然后第三遍的话，可能那个主题就要出来，哦，因为我刚刚有点听不到，可能是我太小声，对。但它有点细，它可能跟那个不知道，它感觉要那个 oscillator 再多一点，厚一点的感觉。然后副歌回来最后一遍要结束之前，那个 bridge 也是主题要算。好，感谢。好，这首需要再一次吗？我是觉得还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先往下喽。那个。结束的那边 的 section， 再我们再可以再走一次吗？嗯，就最 ending 那边。OK， 对字，你就对字结束。I believe， 对，好。那我们走一次 bridge 就好了，两小节。哎、啊，还是那个副歌要走一次，因为它其实中间有收一次，就是副歌前半到后半。安静的还是是强的？安静的。哦，嗯，安静的。好，两小节进安静副歌。Chorus。不收，抢着进去 bridge。没事，我知道你那个 release 比较长，可能要不然你手都按，学那个把抓掉那个感觉。好，那我们就进慢歌。让我有录吗？嗯，好。One, two, intro, two, three, four.歌。
副歌。section 还是没有，就是没有，他就是就直接安静了，安静，然后他是安静的尾句尾句，然后结束，我想看啊，这样会不会很短呢、啊？还是还好？这样子好，我看一下，这样是5:40，好哦。那如果 bridge 完要再祷告的话，我们就走 bridge， 就走 bridge， 好。我想看看，会觉得这个版本很难带吗？还好，因为是很熟的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但觉得就是要加祷告，好，但也可以是在安静的副歌第一遍唱完之后再带一个祷告，就是走比较安静的，没有不是那种安静默的安静，是比较安静的状况的祷告。你说在第一遍唱完要进到主歌之前那个间奏、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bridge 完以后不是像刚刚那样安静的副歌，一个安静的副歌，对对对、嗯、然后那一遍完后就带到了，可是因为刚刚那个是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嘛，就不是是整个安静的，对吧？我刚听它里面就是，对，没关系，其实没有，试一次好了、bridge 完的副歌，好好，那从梁小杰进最后一遍 bridge。
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我相信神正在呼召那些愿意让他的生命完全为主而活的人。今天我们要来祷告，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让我为你而活。好吧，我们数到三，我们就同声一起开口来祷告。父哥子姐姐，带走的是一个是 key 是G 完全不一样，是吗？还可以换，算好换，但是没有办法是比如说祷告完那种强强的结过去，对不对？可以，可以吗？可以，怎么样？祷告完强，因为祷告你们是走副歌吗？一个转动的动用低和弦，让我是什么 key 啊？一，一，然后下接到 G。却为你转动用低和弦呢？对，低和弦就可以过去了。可是他那个回来音好像会打。好，会不会很看看？好，因为可是因为那时候在祷告，所以哦，要好看看听看看的感觉会不会太突兀？好，那我们借一次祷告。好，那我们就还是走一次副歌，嗯，对。好，还是祷告的时候如果不走副歌，会不会感觉比较就走一个什么和弦进行会比较好？我觉得可以副歌。好，好。准备换了。饲养的。我们很少这样接，会不会？韩姐觉得好，那还是有点怪啦。对啊，觉得真的唱进来之后，还是结束完祷告以后再接。好，因为但是因为这个就信息有一点像，好，没关系，也不一定会唱到这一首啦。好，那我们就安静的话，就是另外转。有 click 吗？直接从副歌。主，这是我的声。
哥再次吗？我确认一下那个主歌，主歌四五一，都是应该都是四五一的，对，哦，好，对，都四五一，都四五一。然后有一个经过音那个，那我不弹好了。好 ，OK， 七嘛七那个就不要。哎，对，谢谢。好，谢谢。那荣耀护照的 key 跟一样，跟让我跟一样，对。所以就可以是在祷告的时候转接。可以。你说强的吗？对。荣耀护照上面 click 多少？对，让我是72，差太多了吧？好哦，那就不然就没关系，那就还可以，还是安静的。可是或是可以进去的时候，然后就先不要 click， 然后我们再慢慢。哦，可是因为我后面应该会唱慢一点。不对不对，如果是强的话就不会变慢，就是那个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对。还是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好，试一试看看好了。好，那我们从强的副歌。嗯。一小节，准备 1 2 3。是有一点点感，一点点快，嗯。
或是我们进去。你说要从 bridge 唱吗？哒哒哒哒，跟随耶稣，爱我的主，也还可以。信息是可以的，只是就是听起来很。或是我们等，我想。然后这边就切，就是我们换歌的时候就不要先不要 click， 不要那么直接立刻接这样子是吗？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缓冲。乐团在最后这边有一点渐慢。我弹成另外一首歌。啊，没错。对。就是这边稍微渐慢，然后我就切到 click。对对，然后就跟上上面楼上的 click。对对对，这样比较好，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好。那我们从这边接一次，好，切 click。好，一小节 one two three。楼上可以呗，先慢，换歌。随时 stand by， 可以看一下当时，也可能是安静，反正它是同一个 key 嘛。好，那就练一下圣餐。那我们需要对一次和弦吗？我们对一次好了。哦、好好那个主歌的，来放个 click 好了，然后就 four band， two three。Thank you.
次好了。谢谢大家，那明天就7:30。好，感谢。